了一家人，听没有 joke 的烧了。OK， 今天的笑话是在一个公园里面，哦，有一个椅子，坐着两个人，旁边的这个人在干嘛？在看书，哇，看书啊，哦！我们都是幸存者，哦，这本书相当的深啊。OK， 那旁边这个人在干嘛？一直做钓鱼的动作，哇，哇，哇，好大，哇！哇，很多人都来围观了，就一直看，就觉得很奇怪哦。突然有个远景来了，多戴一个帽子，敷衍了事。OK， 他就问很奇怪，他就问这个看书的人说：“哎，奇怪，旁边这个人是你的家属吗？”哦，这个看书的人就说：“哦，是。”哦，那这个警方又说什么呢？哦，好忙哦。警方就说：“哦，如果他神经不正常的话，好不好？你过来带他回家，好不好？他这样很奇怪。”哦，结果旁边这个看书人就怎么样？哦，好啊，划船呐，都是神经病啊。